我的恶习这么多，你要我一下子停真的是很难啊。我有赌博、喝酒，而且是喝到很凶了，赌到很凶了。到我懂事，到我少年，我的朋友、我的长辈，他们都是过这样的日子的，所以我不觉得那是不会觉得那个是不对的。常常一句话讲，讲善恶无忌。人人生啊，虽然人人啊本具佛性，但是我受到恶的这边，真多朋友会影响恶，分不清楚善的，无兴趣，亲像安尼这。用意呢，在这个善恶中间相染着。在喝酒喝到半夜，还跟我朋友讲，明天环保日，我想去试下做一天的好人。师父有讲那句话哦，我不怕做错事，最怕不能改，改过并不难。我是真心是祝福他，穿那个蓝衣是另外的一个人生。可是让我一个好的环境，可以，我相信无人愿意变坏。进来实际，我觉得我没有选错地方，那只是换一个方式算的，那较早伫外口算。我相信啊，伫内底时阵，铁门一拍开出来，面话一定是咱厝的人，绝对不是朋友。这世人的时光啦、啊，已经是呢，受到我这种的习气，安尼时间直直过啦，过了一生啦、啊，何生来生啦、啊？有迄个因缘，通我等到安尼的机会，好好去修行也无。将佛法和上人的智慧法语带进监狱，来与他们分享，希望他们能借由这个佛法跟上人法语来洗涤自己的内心。我有意愿，就是想说，把我师兄捐出去，让他全心去陪伴跟僧人这个师团。师兄对自己很刻薄，他以前就是365天那一件衣服破了，他还不舍得换，他就是宁愿把那些钱花在这些孩子身上。我们福建话说有分有朋友啦，有只有目甲咱分兄弟啊。我说我不要就不要，这个字啊也是商人讲啊，我做没有出去，已经回头是岸了。初心因己缘动心，大家人甘愿来共作，各有情事，来这修行，将懵懂的人生回归一个所在。共同求学，共同求教，用学而教。咱要共同伫这个所在，觉悟呢，学习做一个各有情人。